新邦令金乌鲁文绿河以及妈屎河受污严重，不但造成河内鱼儿翻肚死亡，更导致该区治水，影响居民日常生活。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因此龙颜大怒，下令当局彻查事故。到了今天，官员以及媒体一行人到了垃圾土埋场，亲身感受到现场发出来的恶臭。柔佛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潘伟斯表示，西一批垃圾土埋场污水处理池在23号决堤，导致河内氨气指数飙高，加上连月的干旱，以至于水位偏低，加重了河流受污程度。阿摩尼亚指数已经从最高峰的90跌到今天2.5了。那当然，那个阿摩尼亚在90ppm 那时呢，那个水面是黑色的。那水到黑色到这个境界那时呢，鱼儿是根本不可以吃的，所以 that's why 我们都浮上来了。可是今天因为昨天有下大雨，再加我们在这个马甲水坝放水，使到这个河流也比较清洁一点，所以今天是跌到2.5。而至于昨天可能有在这里的水用有点被感染到，今天是到现在99.5%已经全部有水了，所以我估计今天呐、多几个小时应该是100%，在这区的人都会有水。潘伟斯补充，政府将会从事件当中吸取教训，并将和各灶进行商讨，避免类似事件发生。如果发现任何污染或违法行为，政府将会依据法令立刻关闭相关单位。而至于是否关闭西一批垃圾土埋场，他只透露一切还在讨论当中，无可奉告。在接连发生金星河染毒事故，还有这一个垃圾土埋场放毒事件之后，大马处理垃圾和废料的过程真的必须慎重探讨。